就我们今天就很快的讨论了一下，就是跟临时电台的一些关系。那我们开了一个那个 HackMD 的 team。那所以如果你用 Book Mode 的话，它就会显示就是是在 GDMV Underground 底下的一个book， 就不会带你各自的 ID。所以如果各个专案有想要开就是想要开这个 team 的话，可以跟Joe Sonnen联络。那我们有去改那个就是共笔的结构，那有讨论了就是有把一些相关的资讯会放到那个 book 里面来，包括说如果大家各自有想要用就是来开 podcast 的话要怎么申请，那上面有表单。然后review 的机制我们也有讨论了一下，就是希望大家要提这个，就是想要来开 podcast 的人可以提一下那个就是节目内容的 proposal 写在 HackMD 上面，然后公开征求意见。那可能讨论的时间也许一周到就是两周左右，然后内容希望和 GDMV 精神就是和 GDMV 宣言有关，然后内容不要违反 COC 这样。那现在是大家初步的讨论结果是这样，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也是欢迎，就是把它就是可以直接在共笔上面留言。好，谢谢。